来，这是给你们。第三个重点呢，就是由2月8日起，大家要记住是2月8日，是有序恢复跨境学生每日从内地往返香港参与面授课堂的一些安排。教育局呢将分两个阶段落实这个安排，首先由2月8日起涵盖中学生，然后呢由2月22日起扩展至小学生和幼稚园学生，亦都包括特殊学校的学生。